上面那个 TP 的车，服务车，等于那一家，他们不都是开这种车上门的吗？每你家不每是户要服闭务。嘴吗？我只是看到了。那里面还有小孩在玩，还家长带着。地上面都有青苔了，青苔还挺重的，这边水比较大。哎呦吼，这上面都是水，走不了。你这双鞋不是 S 四，你记错了。你别说，爱滋黑猫，前面大路上跨马路了，这儿的车全是奔驰的 Sprinter， 这公司这么牛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van， 不是吗？是啊，大号的呀，它是 Van Life 文化的代表作呀，集大成者。看，这个小房子已经快盖好了。
你说那个皮卡，我在搜狗网站上面，他们有很多皮卡。你怎么又开始说话了？可以折，它本身就可以回收车的。又说话了。回收车的话，它那个它价格里面得撒一颗，那个价格还有额外的。那是英短吗？美短吧。我早刚怀孕了。我早上刚刚看了一个文章，写了个排行榜的，就是这个猫咪，第10是中华田园猫，它倒着往上数，数到第一就是英短，美短好像是第二、第三的。什么暹罗呀？什么暹罗和那个叫什么一个猫长得那么脸，不是叫啥名字来？那个猫那么像啊，那种。那两个人在勘察地形呢。我知道，那个暹罗猫是缅因猫。不是缅因猫。叫什么？缅因猫是那个特别大的那个，跟大狮子似的那个猫。我居然分不出来。前面那辆尼桑的车是立陶宛的牌照。你看这辆车，你没照那个。我上次走路就看到了。那辆林肯还特意把那个标露出来。看，立陶宛的。一般在中国，这种车都是出租给那种婚庆的公司的，婚庆公司的车，而且确实都是加长林肯或者凯迪拉克。刚才想从这个小道走进来的。已经感觉今天那种春风拂面的感觉。现在家门口就有一个。想法就在遮遮掩掩的。那个就个老头乐的车样的。一个纯电的那种。贵州就是这个车就是坐老头乐的嘛，这车适合你开，后面还有一个箱体，上街买菜也可以。我又不是老头，叫 D truck， 太好玩了，相当于一个。为什么要叫老头乐呢？
老太太就不乐了。为什么刚才喇叭风就敲了一声啊？